什么叫做在篱笆上面？英文叫 on the fence。好，到底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下。大家好，我是 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解读。看着第一篇呢，他说的是，读一下哈。My wife's work nemesis has an Instagram of her gym selfies， 对不对？来 ，She absolutely hates her and always shows me when she's put up a new post posing in her gym gear with her fake tits. If we've had a big argument, I like to head to that Instagram and furiously wank myself off to it. 好，结束，蛮可爱的一个故事。来，我老婆的什么 work nemesis？ 所以这不是 my wife's work， 不是老婆的工作，是她老婆的。Work nemesis， 其实 nemesis 这个字就 OK， 它加一个 work 就只是在工作上的，所以在这个职场上、工作上、办公室里面的同一个空间里面的。那这个 nemesis 呢，我们讲过像你的竞争对手或之类的，像 opponent 这个字可以翻译成是对手。那 enemy 真的就敌人 ，rival 这个字也可以是对手，好，劲敌这样子。那 nemesis 这个字其实也可以是就对手。那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在。扯得远一点的翻译，包括像报应啦、啊，或者是你的克星之类的，都可以叫 nemesis， 是吧？所以他老婆工作上的克星啊，对手有一个 Instagram， 然后他们放一些他的这个健身房的 selfie。selfie 这个字应该太 OK 了啦，这个字我看他曾经当选过某一年的年度字，但那个这个年份已经可能至少15年、20年了也不一定啊 ，doesn't matter， 大概不到20年那么久，因为主要可能是智慧型手机发明后才有的字。我猜了，好 ，anyway， 所以 gym selfies， 那他非常的讨厌他 ，she absolutely hates her， 那总是呢会给我看，好、哦，所以给这个原 po 看，你看看又是他这样 ，so she， she always shows me when she's put up a new post， 所以当这个劲敌女生呢，只要有一个新帖贴出来，那她就会给这老公看这样，然后她就摆姿势 posing， 那穿着什么东西用一个 in 就可以了，所以这个 in 呢。就不要翻译成里面，就是这个他的劲敌穿着什么什么样的衣服 ，supposing in her gym gear。所以这个 gym gear 这个字，我们说过，像例如说齿轮之类的意思，汽车打的不同档，一档、二档、三档，也可以叫做 gear 这样子。那可是你也理解，车子上的那个几档、第几档，其实也就是吃到不同大小的齿轮嘛，所以其实是同一件事情，说真的。那在一些其他的地方 ，gear 的意思变成是你的一些装备设备。所以，我有登山的一些 gear，I have some mountain climbing gear， 没问题。I have some diving gear， 潜水的设备。所以 ，gear 这个字可以。那他在健身房里面当然有他的 gym gear， 然后呢，还这个女生还有这个就假奶这样子。So supposing in her gym gear with her fake tits， 他强调一下奶是假的。Fake tits， 那我们多讲一下好了。你说去做那一种手术，哦，隆乳，那你当然可以叫它 plastic surgery， 所以这就是整形的意思，整形手术。我觉得用 plastic 这个字真的蛮有趣的，不过一直以来都是这个字，所以你可能你即便不用 plastic 是塑胶，by the way， 所以哦，塑胶手术啊，的确填充一些塑胶在你的身体里嘛。那你如果不想用这个字，觉得这个字很俗气的话，你把它换成 cosmetic surgery 也是可以的，所以哈，美化的这种啊手术这样子 cosmetic surgery that's fine too。那隆乳之类的，我们有时候叫 implant 这个字。OK， 所以在里面填充一些什么东西 ，implant 这样子。好，那回来这边，所以他加奶。那如果他跟他老婆吵一大架的话呢，就那他就会去他那个朋友的，不是朋友，他那个敌人的 Instagram， 然后对着他敲一枪这样子。So if we've had a big argument， 这边应该有个逗点会比较好，他没有逗点无所谓。I like to。Head to that Instagram， 他就会前往那一个 Instagram， 然后就很生气的 furiously， OK， 所以你知道那个玩命关头 fast and furious， 那中国大陆翻成速度与激情，所以这里的 furious， 你如果不翻成生气的，翻成激情的也是可以了，这样子，所以他就 furiously wank myself off， 这个 wank 他自己 off 就是 masturbate 之类的，就自慰这样子，那对着那个人的账号以及他的。假奶跟他的 gym gear， 所以对着那个东西，我们用的就是 to， 所以 you wank off to something， 就是看着那个东西来去安慰自己这样子。所以这个介系词用的是 to， 也蛮有趣的。
这很像我们跳舞随着音乐起舞，是 you dance to music， 不是 dance with music。所以你对着那个人的账号靠枪，你不是 you wank yourself with that account with those photos， 不对， you wank yourself off to those photos or to those videos。好，所以 to 这个介系词在这边这个使用，我觉得是同学可能比较不熟悉的，多提一下下。下一个I'm in my mid-twenties and have always been on the fence about having kids。 好，所以这边就出现我们标题的片语了，所以他是处于这一个24、5、6岁，所以就是 mid-twenties 这样，那再早一点 early-twenties， 再晚一点 late-twenties。 So this person is in his or her mid-twenties， 那他一直以来都是 on the fence 有关于要不要生小孩。 So I have always been on the fence about， 就用 about 或者用 on 也都可以，所以 I'm on the fence on something， I'm on the fence about certain issue 之类的。那到底什么是 on the fence？ 你想象一下，这在西方社会、西方国家，他们的那种独栋的房子，那房子跟房子中间多半可能会有一些围栏，或者叫篱笆。我都不知道篱笆这个字会不会现在年轻人已经不用了，但我相信可能我这个年代的人对篱笆这个字是 OK 的，你把它想成围栏也是 OK 的。好，所以那个就叫做 fence， 这样子，就是两栋房子间。隔开两栋房子内有围栏这样子，护墙。好，所以 anyway， 那如果说你今天坐在那个上面，那个我就你坐在那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你到底是右边那个房子还是左边的房子，对不对？所以 on the fence is 的确也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你在一件事情上你是骑墙派，你是不太能够决定你要选择哪一个。好，所以他说的是 on the fence， 也就是说他对于生小孩这件事情到底要或不要，他是难以决定的。OK， 那我记得也有一个这个朋友，就是看我们影片的朋友，在其中一个我的影片底下有留言说，他问的是 undecided 跟 indecisive 这两个字的分别。好 ，indecisive， 他就问我说，哎，今天有一件事情悬而未决，是悬还是悬呢？到底是悬崖还是悬崖？还是念癌不是癌啊？随便了，我用中文打打看哦。悬崖癌，悬崖悬崖，我打不出来。悬崖要打出来了啊！这个念崖还是癌啊？无所谓。我要讲的是悬而未决，打悬崖出来干什么？好，无所谓了，没关系。所以有件事情是没有办法做决定下去的，所以。我们如果要描述这个决定，这个 decision 的话，就这个，就你到底要不要生小孩？ So that's a choice, right? 那你没有办法决定到底要不要生，那表示这个 decision 是 undecided 还是 indecisive? OK? 那同样的，我们转过来问，你对生小孩这件事情无法下决定，所以你是 undecided 还是你是 indecisive?这样可以听懂我想要表达的意思吗？就是如果我们要用这两字来描述这个决定本身，或者描述我们 ，OK， 我无法决定要不要生，以及这个决定要生还是不要生，好，这是一个 decision， 这个 decision 跟我们要用什么形容词来描述这个状态？好，所以现在让大家知道，你的那个 decision 是 undecided，OK，、okay? 好，那 indecisive 是哪一些？形容人的，就是这个人优柔寡断，无法下决定。如果我们一定要拿一个人来比喻的话，就例如说哈姆雷特，那个什么 to be or not to be 的那一个，所以我们说他的这个优柔寡断，造成他悲剧的这个结局这样子。OK， 所以这个叫做优柔寡断。OK， 那至于 undecided 的话，则是某一个东西没有被大家决定要还是不要。好 ，OK， 所以一个是描述事情的，一个是描述人的这样子。OK， 好，那回来这边的话，这算是就是解释了一下 on the fence。OK， so I'm still indecisive about having kids 这样子。I'm still so the choice of having kids or not is still one that bothers this person 这样子。好，所以这个决定到底还是困扰着他。那下一句我先把它读完，那
读完后你先听一下下面这句的一个结构，你看你听不听得出来他在说什么。But having to look after all my friends' kids and seeing how desperately miserable it has made them has made up my mind for me. 结束这句话。那有时候我会，像我以前还在学英文的时候，虽然我现在还是在学英文了，但是我还在求学时间的时候，看到这样的句子，我一定会傻掉，一定会。OK， 我会说我可能看得懂，那但是它的文法结构可能我拆解不开来，可是我大概知道他在说什么。然后等到我学英文学到后期的话，就完全知道是在说什么了，因为他能够去搭配到我能想象这个人讲出来的一个语气跟他的内容，所以这一句话完全就是口语截出来的。这样，那可是他有没有符合文法的规则？有，因为我还是必须跟同学说，当母语人士在讲话的时候，他讲出来的东西是不小心就是正确的文法的。那为什么可以不小心就变成正确的文法？很简单，还是一样非常简单的一个答案，就是因为他在想句子、建构句子脑中的时候，他是用主词、动词的角度去想的，所以一定谁在干嘛，谁在干嘛，所以他想出来这样的一个句子。那这个句子当然写的并不是最好的，他一定可以，你用一些就放点这个put some thought into it， 然后 you can certain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is sentence， you can make it more concise， 你可以让它变得更扼要一点点，因为它事实上有点长。所以但是我还是必须强调，这是经得起文法分析的一个句子，因为这就是母语人士思维的方式。所以主词动词是什么？所以 having to look after all my friends' kids and seeing how desperately miserable it has made them，大概一直走到这里，你说这一整条是主词，我也都不怪你。可是毕竟我们了解主词一定必须是名词的等同名词的东西，例如说名词子句啦，或者是动名词啦，那或者是就是老老实实单纯的名词。所以这边有一个 having， 我们就知道它是动名词。你知道 I have to do something， 那个 have to 虽然说有时候理解为必须，甚至有的大家会认为那个跟 must 是一样，像助动词一样。可是它毕竟 I have to do something， 那个 have to 的 have。是可以理解为动词的，就 I have a book, have, I have to go, have， 所以这个必须是可以把它变成动名词的，所以这里的必须去照顾，必须看着、having to look after， 哦，对不起，是照顾没错，因为他得替朋友照顾小孩这样子。So having to look after all my friends' kids， 但这里的 friends 少了一撇，就所有哥 ，OK。所以也就是说，朋友们有时候会托他，拜托他托儿这样啊，帮我照顾一下我小朋友三小时。我跟我老公出去三小时可以干嘛？好，三小时可以干嘛？我们就不说了。好，所以他有时候必须得做这件事情，必须替朋友顾小孩。所以这个必须替朋友顾小孩的必须变成这句话的主词了，因为它变成动名词。所以目前听懂哈？好，所以这里的 having 是主词，它是动名词的主词，所以必须照顾朋友的小孩，以及看到朋友们都很悲惨、有的小孩生活品质完全没有，所以这里的 and seeing 就是另外一个动名词，所以这句话是两个动名词当主词，用连接词连在一起。Following me? Good. OK. 所以好，所以这两个动名词是主词，那看着他们很惨 ，seeing how desperately miserable。那这里的完全非常的惨，这个 miserable 谁惨啊？朋友们惨，对不对？所以这个 miserable 后面其实是可以加一个子句来补充是谁在惨。So seeing how desperately miserable they are， 其实也是 OK 的。那但是后面不是接 they are， 他用的是 it has made them。OK， 那这个 it 是什么？就是有小孩这件事情。OK， 好，有小孩这件事情。So how desperately miserable having kids。Has made them. OK， 好，所以这两个动名词的主词结束了。那 has made them 啊，对不起 ，has made up my mind for me。所以这边才是这句话真正的动词。所以主词是 having and seeing 这两个，那动词则是已经替我下了决定，决定就是我不要有小孩。那或许你会觉得，老师，那你这样说，这里有一个。Having 是动名词 ，seeing 也是动名词，你用 and 连接词接在一起，不就是两个动名词？那不就是复数了吗？所以这里为什么不是 have made up my mind？ 那我会说，英文有一个概念，就是这种两个动名词连在一起的概念，有的时候会被视为一件事情，而不是两件事情。这里我稍微说一下下好了，什么叫做两个动名词会被视为一件事？
唱歌跳舞可以被看成两件事，唱歌以及跳舞独立的。可是有没有可能，我们在讲的唱歌跳舞是必须合在一起的，边唱边跳，懂意思吧？所以我没有办法边唱边跳，所以 I cannot， 我不行 ，sing and dance 这句话还 OK 吧 ？OK， 那这句话是我不能同时唱歌跳舞，所以其实我们还是可以讲出它的 nuance。那如果说我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就两个独立的看，不会 A 也不会 B， 怎么办呢？那你会把它说成 I cannot sing nor dance， 当然也可以用 or， 我觉得。所以这才是把这跳舞跟唱歌分开成独立的两件事。那下面这句则会被理解为我没有办法同时唱跟跳，听懂意思哦？所以如果我们把唱歌跳舞换成主词的话，例如说边唱边跳对我来说很困难。Singing， oops， come on， singing， 我就变成动名词嘛， right？ Singing and dancing， 请问你这里是 is 还是 are？对我来说很难。So singing and dancing is hard for me， 还是 are hard for me？ 答案是 is， 因为虽然说有连接词接两个东西，可是我刚才说了，我们把唱歌跟跳舞合在一起变成一个能力的时候，我们是把它当成单数的，所以这边的动词是 are 啊，是 is， 对不起。OK， 所以我们是可以把它理解为必须照顾朋友的小孩，然后看到他们很惨。你如果把它看成一件事，是可以说得过去的。OK， 所以这件事情呢，就让我决定不要生小孩了。好，所以这一个句子，我们再走一次好了。So I'm in my mid-twenties and have always been on the fence about having kids, but having to look after all my friends' kids and seeing how desperately miserable it has made them has made up my mind for me. 好，所以后面这个 again 听起来会怎么觉得好长的句子，然后。你或许抓得到他在说什么，可是也可能会不太知道怎么去分析这个句子。那现在告诉大家，就是他仍然是非常值得起分析的，因为他们在西方人在建构句子的时候，在脑袋中这样滚句子的时候，他一定是从主词动词的角度去出发的，好的出发点去出发的，才能讲出顺顺的讲出这样的句子出来。我也是一样用这种方式来讲英文。OK， 好，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其实是 on the fence， 不过后面讲这个句子讲蛮长的。But anyway， 希望你有学到点什么。我是 Paul， 我们下次见。